看，他们都不想要了，他们已经不想要，不想要等。你也可以打铃。我说搭另外一边，可以啊。那我去搭那个没有人的，然后绕一圈呢。有啊，刚刚有讲过。刚没有人的绕一圈。什么发生了什么？有人飞走了，这么开心？他什么东西摔不见了？是怎样？地上吧。